跟二妮一起呢过五一国际劳动节，也是王维念老师的生日，62岁。哎呦，你这个5月1日，5月1日特别好，是劳动的命，你没发现前面就是劳动。对、啊，在这里呢，我们也感谢二妮，也祝愿的全国的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节日快乐，节日快乐，再见，哎，不是再见你，对，再见二妮，我们来迎接下一个嘉宾哈。好的，好嘞，好嘞。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您现在收看的是天津卫视《你看谁来了》五一特别节目。接下来我们请来的是我们俩共同的朋友。对啊，我们老说他呢有点抠门儿。是，其实呢，旭日阳刚，不是每个人都抠门儿，因为两个人有一个抠。有一个抠，那我们把这抠的请来了，来，掌声有请歌手王旭。有请大来宾。老师好，好久不见啊！王老师好，你好，来来来。说实在，我一直不想说，他非得说，现在就把你弄成一个，我在后面我都听到了。你全网就成了一个旭老抠了，你说你老旭、啊？你俩太狠了，你俩把我的羊蝎子已经推向了全国。全国。你知道今天为什么请您来参加我们的五一特别的节目吗？第一呢，因为我觉得。我们三个都是普通的劳动者出身，尤其是王旭啊，他其实可能呢在干活方面确实比我们还是要吃的苦多一点啊，这个劳动的频次比咱们多。对，第二呢，五一劳动节呢是王维念老师的生日，对，请来的都是好朋友、是吧，是让你那个五一劳动节表达一下、对，带卡了没有？生日快乐！带卡了没有？我特别想听一版啊，想听一版这个王旭版的，这种沙哑嗓子唱的生日快乐是什么样的？要收费吗？咱兄弟俩收啥费？你看，来听，白听，那些铺子，你来一百开始。羊蝎子，来。祝你生日快乐。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扎扎扎哇！他们俩呀，一在一起啊，就得斗嘴。但是呢，我确实觉着王旭呢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歌手。其实。最初的时候一直是非常普通的一位劳动者，所以这个节日呢我觉得是过给我们所有人的，每个人都是劳动者。以前都干过什么工作呀？我以前在家里头以这个种地为主。后来怎么就看库房了呢？后来种地不咋地吧，种地确实不咋地、转不了钱，然后有一年就是我妹妹就说，那个我这有个活你到北京来干嘛。首先活不活的咱先不说，北京是我特别向往的一个城市，我都没想到我这一生中还能到北京来一趟，那时候就这样想。第一次来吗？第一次。我说那我到北京能干啥呀？他说你不是还会唱歌吗？我说还行，那个时候已经小40岁了。然后就那你就过来吧，结果到北京就来，其实是烧锅炉去了，到清河给一家洗浴中心烧了一年的锅炉。烧完锅炉之后就不想再回去了。王旭呢，他真的是吃过苦的人，他特别珍惜。我看到很多细节，比如说我们有的时候在一起吃饭，开玩笑啊，老说让他请羊蝎子，其实人家挺大方，老请我们，我们老没时间。哎，对，真的是，终于说了一句，对。你看他从来不会浪费粮食，就是我们出去吃饭，你就看他身边的那个盘啊碗，永远都吃完都是干干净净的。我觉得这就是他这么多年来啊这个劳动者的本性。